舟车劳顿的一天，先去搞个夜宵吃吃吧。卖完了，谢幕，第一名都卖完了。其实我本来明天要去吃个大的，但是我决定不要浪费每分每秒，先来吃个宵夜。感觉就是那个糖花生啊，是那种零食啊，一模一样。我以为梅干菜跟花生会有什么碰撞出什么火花，但没有，就是白糖和花生的味道。吃个鱿鱼，鱿鱼真的好吃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盐菜吗？这个是这菜酸菜，酸菜炒鱿鱼好好吃啊！它炒出来很清爽，然后又很香。这个好吃。我以前没有想到酸菜能跟海鲜搭在一起。哇！还可以，但我觉得还是四川的香辣龙虾好吃一点。对不起，台州人民，欢迎你们到四川来吃香辣小龙虾。把你刚刚偷吃的虾吐出来！你怎么是这种人啊？我要摄像。没有手，不要脸，这么多都是我的，一个也别想吃。听说我们明天去临海，老板热情推荐临海美食，连隔壁大哥也加入了导游。谢谢老板，没事没事。今天去吃更大的，打车一小时到临海，没想到20几岁，他要嫁给他了，他说性格脾气一定要好啊，性格脾气。咱也不拿阿姨当外人了。女人真不容易，男人也不容易。我们今天要来吃的大餐就是新荣记灵湖店。哇、哦，我连早饭都没吃，说是最高档的一家。因为我们之前在北京吃过新荣记嘛，就想说到总部来吃一下。真的好好吃，不知道是有那个滤镜加持，还是我太饿了。所以他是不吃的，是吧？他要吃的，他拍完再吃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，不是罪。我开始这样的，这是皮皮虾哦，没怎么见过这么大的皮皮虾。它里面还有个什么？就是膏。然后他说他们就是每次都挑过的。那个肉好嫩啊，甜甜的。我觉得要加点那个料放在上面一起吃。好好吃啊，这个蒜，赶紧吃。好鲜啊，简单的酱油和花椒酒就这么好吃吗？还是鱼太鲜嫩了，是不是？你马上吃，你马上吃，很好吃。好嫩啊，天哪，一夹就碎，好好吃啊，就是跟豆腐一样，那个鱼的口感。你看那个肉。好嫩啊，我不想用这个词，但是它真的是入口即化，它也不是很辣，它只是有那种辣椒的香味而已，一定要来点。哇，当当当的。非常新鲜，爽脆 ，Q 弹。这啥味？那个蛋清羊尾。哦，哎啊，羊尾啊、哦，所以是那种一坨后头上去。才怪。这个一定要趁热吃。好的，好好好好，赶紧赶紧赶紧。绝，有蛋的香味，然后有豆沙的甜味，恰如其分混合的，好好吃啊！让我看看跟北京比，到底谁的水平更好？说实话，我觉得不相上下，又嫩又多汁，好好吃，很好吃，炸得很酥，很香。是没有那么的完胜，就是我当时在北京新荣记点这道菜，我都没有吃完。很清爽，很鲜，吃的好撑。好困啊！这么清静的一条街，有两家店都排起了长队，这有一条，前面那还有一条，走。2.99，不动了，纹丝不动，破案了。
当地人一买就是几百个。找帅哥买了一个，1.5块一个的海苔饼哦，刚刚两个小哥哥送给我的，我本来要给他们钱，他们说不用不用，没事，送你一个。嗯，肉饼就要趁热才好吃，外面那层呢有点甜，海苔呢又有点咸，比较特别。说实话是挺好吃的，但是你要让我排2个小时的队。那你觉得值得排多久？5分钟吧。找他的宝宝，他的宝宝藏在这里面的。你看他们看见我，他们就跑了。你看他，你看他，他就抓他。火腿掉过，因为那个笋把那个汤汁吸满了，那就还是还不错。鲜肉月饼是所有月饼里面最好吃的，别的月饼就只有一些肉渣渣，但这个鲜肉月饼是一坨肉。这里面的馅儿好丰富，很好吃，是玫瑰酱里面，很香，就是坚果的那种香。就是那个葱蒜的那个爆炒那个香味，我妈呀，哇，汁也好嫩，太好吃了，欲罢不能，怎么办？现查现卖，发现这道菜是广东菜，在广东叫撅鸡煲，所以我是夸错人了吗？我应该夸广东菜对不对？但真的很好吃，一定要加一个菜。嫩，而且它这个鱼嘛，它那个香味是有回味的哟。乌冬面比鱼还好吃，超级的入味。我觉得我回成都以后会很想念台州菜，尤其是当你不想吃太辣、不想吃太油，又想吃点好吃的东西的时候，真的就会想念这里的东西。扫这个是吧？对对，60块钱啊。姜汤面吧，姜汤面，姜汤面，感觉还可以呢，我觉得，哇，还好有营养哦，感觉这碗面，啊，闻到那个姜的味道了，有点冲。姜的味道真的好大。姜味太重了，太重了。这是闽南是吧？嗯。以前是那种细的那种东西，又辣又苦。姜味太重，太重，太重了。姜味有点更差。现在给大家推荐一个台州美食。原计划这是我们的第二家店。走，全是姜汁面，人姜汁搭配一切。现在我们决定直接去吃第三家。长白山也有，哦，那就牛肉味下吧。闻着挺香的，美味，真的是我想象中台州的小吃。好，它里面有蘑菇、洋葱、火腿、麦虾，就是这个面疙瘩。卤牛肉也超级入味，超好吃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吧，这个是极致美味。特别香，你会吃到葱花、鸡蛋，还有这个面皮本身的那个香味。唯一的不足，面皮有点厚，是咖喱牛肉汤的味型，但它的牛肉是卤牛肉，更丰富一点，好喝。这个蛏子它的调味我觉得还好，但是这个蛏子实在是太肥美了，吃这个跟吃生蚝一样，真的想买一斤回去自己炒。
好吃，那一口咬下去全是肉，它那个肉质是鲜甜的，就是蒜蓉生蚝，但是非常香，就是海鲜味的年糕，好吃吗？一般，为什么是他们店排名第一的菜啊？ I don't get it。糯米包丸子的那种感觉，就那个南宁的那个卷筒粉很像，面皮比卷筒粉厚一点，就是糯米包圆子那个味道。给大家变个魔术，条街两边全是吃的，震撼！我们要来吃一家手打面馆。手打面，这面条特别劲道，很有嚼劲的那种。好香啊，这个排骨，它瘦而不柴，黄身。汤头。不要打我哈，有点像那个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的那种，不是一模一样，很相似，所以是很好吃的。太贵。刚刚那家也是，没小饼吗？嗯，在这吃。太顶了，有点像米饭，像那个一口肉一口饭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这就是中式汉堡，又有主食，又有蛋白质，又有蔬菜。我们要出发去舟山了，这是我们租的车子。Hello， 拜拜。来往你家。